然后这样就是老板这么多人喜欢老板娘，房间啊一定得照顾老板娘，就是旅游这个生意啊，就是不照一定要照顾，非常感谢啊，小弟弟就是这个是哥哥说话用的啊，就对着哥哥的嘴巴啊，对着哥哥的嘴巴就可以了啊。明明是200,000人，我我也是醉了，嫁给你就是我老板娘，我给你听首歌。给你听首歌啊，就是希望就是你能在这个里面找，哎，来了啊。这个啊，你听一下，你听一下。听嘛，没事。嫁给我好吗？那你爱我吗？什么是爱呀？房间的人都，就是先买好吃的给我吃，把好玩的就先给我玩。别人欺负我的时候，小弟弟，这个跳段不能玩啊，这个是哥哥用的啊，好不好？行，那我爱你，你可要负责任。11万人了。我妈妈说了，你听过呀？我肯定动心了。那怎么纳钩吧？纳钩。你有快手号吗？有啊。多少？我不知道。叶子的快手号688746088啊，就是很久没更新快手了啊，688746088。完了，这弹幕又看不了了，又看不了了。喜欢叶子的啊，点一下关注啊，就是谢谢你们啊，叶子每天都户外直播啊。外直播就是感谢你们对叶子的支持。不是好好玩啊，我每天都这样玩，就是今天是特地从成都赶过来的，而且还本来我说的1点钟直播，但是就是因为那个迟到了，就是因为这车赶的，就是他是你朋友，他是我助理，哎，小李子，就是每天跟着我玩。老板娘，11万人了，你今天我怎么感谢你？老板娘，我怎么感谢你？你请我吃饭吧。好，吃饭这很简单，就是这里可不可以刷卡？我们这没有可以刷卡。没有可以刷卡了。火锅那些可以，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吃，我等一下会有很多客人来。等一下你有客人要过来，那你几点钟下班？9:30-10:00。那啥，我今天那个啥，9:30，我们去赶地铁是最后一班是多久？11点过。嗯，